是黄的吧？嗯。要帮我放到空调里面是吧？穿。是啊。最后有点技术的，不要点技术，越干这一天后疼。你都把浆果开花了。今天出大太阳了，去地里面拔草。这个天气，千万不要错过拔草。不然到时候又阴雨天了，草又飞速生长。这会儿这个太阳也是突然出来的，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是阴雨天呢，这会儿大晴天了。老爸老妈已经拔了三块地了，人多力量大。老爸干活的时候得放着音乐干活吧。看这个跟马齿苋长得很像的这个植物，这个草我们这儿叫水马齿苋，千万别把它当马齿苋吃了。这个阶段还算比较好拔，这里面是看麦娘和牛筋草都有，等西红柿后续长起来了，这草慢慢也就死掉了。但这个阶段是必须要拔草的，因为它长的草太密了，之后整个中间不透风不透气，它就很容易生病，虫害也就比较多。那不等它长成熟，自自不挪到地上就把它锄的，它明年还不就白长了？小心它哦，小心它，这拖不进啊！看麦娘，这个是看麦娘，学名看麦娘，我们这叫烂草。再挖一下，把根翻出来。老爸说，窝子里面只需要拔，不要用锄头去锄。西红柿跟其他菜不一样，只要这个茎在泥巴以下。这个下面是一排根系，它长很多，所以如果你锄的话就把旁边这个根系给锄坏了，锄坏之后就影响它的长势，它又得换苗，而且根系长伤了太多之后它就可能会死苗。如果锄的话就锄着中间这个空隙这个边上，还有这个中间这个边上，窝子里面不要锄。我们搞到一个冰斗，嗯，是的，淋到泥巴里面的啊。所以说盖地膜有好也有不好，盖了那种黑色地膜就可以防止长草，可以节省很多拔草除草的时间，但是盖了地膜之后这个土壤你在塑料薄膜里面它就不透气，那里面病菌啊虫卵啊全在里面活动。嗯，它病毒啊跟我也不一样，根据你红红的提到，而且传染性极强。有极强，它说你吸不到。把太阳晒儿子还快杀菌啊！嗯，你又在戴烟头吧？你我嘴巴都没空啊！你我气都出光了，还在戴烟还去？我白天才吸菌啊。就是因为薄膜有好处也有不好，所以今年我们就没有搞薄膜。那会儿好干净了。懒得除草的大面积的话，一般还是搞薄膜，不然这个除草太费时间了。嗯。看这个草的根系哦。好细啊，攀爬在地面上。看这个草长大之后就开花长种子，这个就是它的种子，太多了，把西红柿都淹没了，再不摘草的话就给它吃掉了。这个草拔了之后高的西红柿都可以给它绑支架了，用那个绑支架的机器咔咔咔很快的，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放工了。今天太阳好大呀，中间那个窝子的已经把草拔掉了，现在只需要除中间的。今天太阳大，正好晒一晒，这些草就晒死了。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瘦，我有一百一十六斤呢，在那称。老爸老说我瘦瘦瘦，让我多吃点饭，因为晚上五点之后是不吃饭了。他说我饿自己减肥，他说我太瘦了，多吃点饭。我116还瘦呀！你拿皮挂的吗？你这
你爱人让你一百十六去抓，就是这种，那陪我的啃骨头都能动啊。有时候骑得越多，卧得越快。你晚上不骑，讲他别弄我。不是的，他碰他卧得快些，他卧快些。他就是弄这个恶性循环哈，就感觉好像骑不饱，一会儿又卧了，一会儿卧了。像骑啊，会玩，像骑管巴巴的，他越骑还越喜欢骑。我去年的时候最瘦的时候有98斤，我现在已经116了，所以其实我不胖也不瘦，其实，但是我老爸感觉我有点偏瘦。谁碰这就好了。谁光几点谁胖十斤你有把片短呢我靠这是等一下把茶里面没有那个是个东西放在棚子里面还有很多秧苗多的是苗收到2斤多了太热了出来几个小时了心跳和垮了腿痛痛痛痛痛痛痛当时的不记得最后一点最后一点终于弄完了可以回家吃冰棒了走回家收工了啊收工了我们今天这边全部已经弄完了下午这边稍微再弄一弄就可以了大棚里面草也除完了这个草拿回家给鹅吃又完成一个大项目不戴手套的话伤手戴手套的话里面闷的都是汗手都泡白了再不回去都要肿书了放吗回家太晒了气温变化太快了身体都还没适应呢这么高温度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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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文好凉快呀、啊、家里好凉快呀、啊